喂，你好，我还在上班呢。白小妹，千万千万请帮忙！今天晚上我有个年会，他们需要我带个伙伴参加，就是那种有名流、有颁奖晚会，还有慈善拍卖那种。魏兄不在，我对这边的礼仪又不太熟悉，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参加？答应吧，答应吧！时间来不及了，我现在去接你。今天晚上，你就是我的主心骨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放心吧，有我在呢。你赶紧回家换礼服，化好妆等我啊。OK，一会儿见。这个衣服还真好看啊！谢谢。你们一会儿要去哪儿啊？我带樊小妹去个酒会，这是我回国第一次去这样的地方，需要带一个熟悉的人。你们是不是要去那种特别高级的那种酒会？我还从来没有去过呢。你去了以后能给我发照片吗？哎，这样这样，你加到我们那个三朵花的群里，你到时候把照片给我发过来啊。你别麻烦安迪三了，朵到花，时候我给对你呀。发。OK 了，加上了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四朵花了。好了，哇，樊姐你好漂亮啊，一身红彤彤的，像小苹果。你是我的笑呀，小苹果。好了，走吧。安迪，安迪，记得给我发照片啊，我等你照片啊，包任务交给你了，知道了，发照片啊。可真不错，要是能在这儿工作，估计心情都会变得很好。据说这是上海最好的酒店，不过服务业很辛苦的。张总，你好。你好，这位美女是传说中的安迪。圣贤的 CFO，要知道，韩宗明为了挖他，可花了不少功夫。哦，光美国就飞了三四回呀。幸才是的，你也是来参加酒会的吗？我只是个小人物，没有资格参会。我是陪朋友来的。那我要谢谢你那位朋友才是啊，让我荣幸的能见到大美女。红色很配你，让人眼前一亮。这里美女如云，我又算什么？什么？并没有吧？我怎么好像只看到一位呢？可不可以请大美女到那边坐一坐？好。